to my villa.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一个 burnt cheesecake。首先我们先准备一张烘焙纸，然后放在八寸的模型里面，再把四周围都压得整齐。接着准备500g的奶油奶酪，并加入100g的白砂糖，再用手动打蛋器搅拌至顺滑无颗粒。在做这步骤之前，奶油奶酪必须隔热水软化。接着把四颗鸡蛋分成四次，加入奶酪糊，搅拌顺滑。可以加入200g的淡奶油，接着加入14g的淀粉，并打拌成顺滑。在这个时候，可以把烤箱给预热10分钟。之后将蛋糕糊过筛2次，之后把蛋糕糊倒入模具里，之后模具震动几下并排出气泡，最后把蛋糕糊放入烤箱里面，再用220度把它烤到25到30分钟之内。Burnt cheesecake 就这样。